医生不是外人的，你们的对手是死神，医生只是跟他们抢时间罢了。我明白，但这情绪就像深渊，让人不能逆转。这次你要去的地方在边境，当地局势这几年一直不太安稳，正好有个朋友也要去那边，你们一起走，路上也会有个照应。 你的孔雀毛，叫什么呢？这里又不是第一次停电，这么紧张干什么？怕鬼啊？你干什么呀？ 把微信我的照片和视频都删了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贼呀？老师，上吧，没了。拿着，有事坑我。好几个孩子高烧不退，我现在怀疑是病毒感染。现在孩子们的情况非常严重。 真希望能够找到一种特效药。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找他。你的意思是你们要独占这些植物？你们拿走那些植物，孩子们怎么办？哥，我们找到那片植物，能不能分些出来给教授，为了做研究，保住那些生病的小孩？这个部落生病的那些孩子，总共有多少个？不知道林天有多少员工吗？ 5000多，让出来一部分，或许会对我们的进程慢一些，但是能让那些小孩有活下去的希望。虽然我不是一个医生，但我也想为这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谢谢你为这里。 做的一切的一切，我想和你说的是，换一个角度看世界，很多事情就会不一样。我曾经有一个遗憾，没能跟我的父母好好道个别。去世的人都会变成星座，去守护最爱的人。你爸妈一定是这。 天上最闪耀的那两颗星星，所以你不用怕黑，因为越黑的地方，就是最要照亮的那个。医生用最深的爱。 来维持最强的理智，你以后一定会是个非常出色的医生。我让你别回上海的，你不听，就为了这个。只要你在，对我就是威胁。从以前到现在，我从来都没想和你争过。你有事！可你这次还不是站在我面前？ 我为云深做什么都是理所应当，而云深为我做的，哪怕是一小点儿，你们恨不得我刻在心里。云深，你答应奶奶，如果我受什么大病，有什么不测，你替我照顾妹妹好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讨厌她？我不讨厌她，我是恨她。 他为什么每次都让你受伤？那你告诉我，我要怎么做你才满意？你和他分手。你为什么总逼我呀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是你逼的我。可是他们明明生活在同一片土地，为什么要相互列队参战呢？
因为人类的欲望。我要让林天给我妈陪葬。我要让林天炙热的四个字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傅先生，真是为了利益丧心病狂。我恨傅永坚，我根本就不想看到他。你让我这个当哥哥的说你点什么好啊？我还真羡慕那种从小在爱里泡大的孩子。我恨的你看不出来吗？要坏就坏得彻底一点，承认自己是个恶人怎么了？谁是你外的守护者？我只是前站人员。I have mobilized all the armed forces for you. Who are you going up against? Where is Dr. He? Where are the patients? My uncle is sick. I need a doctor.Aren't you guys good doctors? You want us to save him? You are dreaming! You sure? Who exactly are you trying to rescue? This my brother.手怎么这么凉？天冷。手放下，宝宝。六五四三二，这样我们就算一起吃了个除夕饭了。雨山，新年快乐。雨山，不是，雨山，做噩梦了。你怎么在这儿呀？我听到有声音，就过来看看。要不然这样吧，我给你讲一个睡前故事。今年秋天，小橡树第一次结出了果实。我问你，谁家家庭医生给抱啊？谁家家庭医生给亲？你给我过来。那我就对着仙女棒，也对着你一起许愿，希望我们云深。岁岁平安，健健康康。希望每年我都陪你守岁，陪你跨年。那就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、70岁、80岁、90岁都一起过。
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存在，也是我心里最好的答案。只要有你在我身边，任何事情都不难熬。你干嘛？你不是要走了吗？我要把你的蛋糕带走。小初秀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类型男生？文艺型呢？运动型呢？还是呢？还是复原深情？我就知道你骗我。嗯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就不让你再走了。你们这里还缺招聘的吗？怎么啦？你无时无刻都想见到我？分分秒秒都可以啊。我们一定要生个女儿，这样呢，才会拯救他爸爸，不会被他妈妈欺负。你就嫌弃他喜欢就不带了。我们朱医生真是辛苦了，在医院呢要照顾病人，回家还要照顾我这个病人。胡说，我这明明是在照顾爱人。在我心里，爱情不只是要分享所有美好的时刻，也要分享很艰难的时刻。我只怕你把我推开，自己一个人承受。赵世杰，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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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朱哲，爷爷他去世，我现在把你也弄丢了。朱哲，从你认识我到现在，我给你带来的更多的是痛苦。醒了，怎么样？疼吗？烧了。一天怎么瘦？哪两天才能瘦？嗯。腿有感觉吗？就有感觉了呀。好痛。对不起。痛。傅云生，你又骗我。周医生，我是病人，得需要一点关爱的。恭喜你，终于知道疼了。这是我的心，你能收下吗？